来了，刚把猪脚放到锅里，你这就醒了啊？妈妈在呢，妈妈在呢。要抱了这。吃了几口，抱手上红红，又高兴呢。这个天不用开空调了，但是还是比较热，开着窗户，外面声音又比较大，比较吵，他不怎么睡得着，再加上没吃饱，昨天晚上8点多睡的，凌晨3点多吃了一次奶，早上7点多再吃就感觉没吃饱了，是不是没吃饱呀？啊？最近这几天跟着小米酒全吃素了，感觉小红豆的口粮明显不足，今天煲了猪蹄汤，希望追奶成功。哎，又去看手了。在数数吗？一天躺着没事干就玩手。我们家小红豆现在也开始在床上画圈圈了，给他躺着，他过会儿转就转到那边去了。又去看手了。妈妈，你看我昨天晚上画的像房子端西窗户的个西，你看的灯给小宝娘起风。哦，那隔壁窗户在干嘛？然后这个是隔壁窗户没干嘛，这个是客厅的。哦，画的不错。然后窗帘。哦，这是窗帘啊，这好像是从另外一个房子的那个角度去看我们家的，是不是啊？画的不错。的雨漏的。那个叫雨盆。妈妈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是房子破的时候，用这个的就不会漏雨，然后热的时候，这个。就不会露太阳，但也不会热。又为两用的，是不是啊？又遮太阳又遮雨啊。哎呀，这个是咋了？看手看着喊起来了。你这是想吃手吃不到吗？来。哎呦，急了。红红又给放下了，他就是要让人在旁边陪他聊天，他要是醒着你啥活都干不了啊。聊天吧，聊吧。你想说啥说吧。这样就开心了。刚给他喂了点水喝了一下。之前都不敢吃这个猪蹄黄豆汤，怕它胀气。现在就变成胀气娃了。胀气娃，我看你才是胀气娃呢！你看你把地上摆的。他才是胀气娃。
再煮煮吧，小红豆又在喊我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这是一会儿都离不开人啊啊！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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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妈来了。